这是今年的新款吗？对，这是我们今年的新款。就是它，帮我拿一套吧。好的，请问要什么尺码的呢？等一下。丽姐，你要的水？嗯。在咖啡里面加点香草粉，这个创意不错。不过呢，我觉得你泡的咖啡香草味稍微重了一点，我们争取找到一个合适的比例，让它既有一点香草的清香，同时还能够保持咖啡的香浓。还是丽姐细心，这样配出来的咖啡肯定受欢迎。喂，姐姐，你没收到我短信吗？没收到。啊，没事没事，你是多大号码的？二尺。好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那就这样。对不起，小姐，给我拿两套吧，一套一尺九的，一套二尺的。洗澡去干嘛呢？睡觉吧。怎么了？你自己做了什么？你心里明白。什么呀？我要是在外面跟别的男人卿卿我我的，回到家一定没有你这么镇定，我一定会觉得恶心。我已经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也很累。你希望我一进门就强作欢颜吗？我又让你高兴，我又让他舒服，这些事儿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？我是知道，可我现在觉得你完全是自作自受，是活该。你也不用进门对我强颜欢笑，我最讨厌虚伪的人。我问你，你下午给我发那条短信是什么意思？你以为我是傻子吗？我就应该直接告诉你，是我不好，我对不起你。你不要跟我说对不起了，你为什么非要做对不起我的事儿呢？我没有是故意的，这个事情是小程他，你不要再跟我解释了，我这么多天一直在听你的解释，我只知道现在只要他们在你身边，你就把我忘得一干二净。只有每天回到这个家，你才知道，这儿还有一个需要你强颜欢笑的人，一个让你讨厌的人。既然我这么让你讨厌，我走好了。你上哪儿走啊？走，这是你的家，要走我走。
罗定，我正好找你有件事儿。北京一家航空公司啊，高薪让我过去，我辞职书都递上去了，可是熊总就是不放人，你帮我出个主意吧。你自己再想想吧。你怎么回事啊？没精打采的。我有事先走了。现在都啥情况啊？看你也不打个招呼就一个人过来了，多让我担心啊！别生气了，跟我回家吧。你给别的女人买衣服的时候也没跟我打过招呼啊。我看这样吧，以后咱们俩做什么事儿也不用跟对方打招呼，各过各的。哎呀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，丽丽。啊，对了，有个事儿我还要跟你商量一下呢。你看咱这个新家，要请朋友一起来吃饭，这怎么定的呀？还定哪天啊？你决定吧。都已经这样了，还请什么客啊？取消了吧。怎么能取消呢？已经跟人打过招呼了。就这么定了，取消吧。哎，丽丽，丽丽，你别生气了，跟我回家吧，丽丽。你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？你姐姐选的蓝。哟，兰姐，好久没来我们会馆了，今天怎么有空过来？你们会馆改了名换了姓，现在成了我的死对头了。我今天来是要跟他做个了断的，看看我的会员卡里还有多少钱。